您越是这么说，我们就越想见识一下您这位好搭档啊，这么厉害，我们接下来请他出场好不好？哈，好吗？来，掌声请他上场。多加声。呵。多加声。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好搭档。我问你什么叫独角兽啊？因为他姓杜啊，不是那个杜明君哈。您好。他姓杜啊。啊，你渴了吧？欧巴，渴了还有。你喝点水，你啥呢？这搭档就上来就送水了。哎呀，不，你想坐下歇歇？呵，这还有小凳呢。您这是搭档还是助理呀、啊？我叫杜小贤啊、嗯，山东济南人。今年是74岁啊、嗯，他是我老伴儿，啊，老伴儿啊，嗨、哎，我是他的助理，也是搭档。那你们二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搭档在一起的？从小就在一块儿，那个一块儿上学，一块儿工作，嗯，这不到一块儿上这来了。像我们哈，从小6岁，我们是一个街上的哈，嗯，街上知根知底儿，不过就是没有交集啊，个人过个人的。不过那时候唱花，我是领唱的，底下那些人在底下是大合唱啊。听说他嗓子来了，又宽又厚，嗯，我就想和他搭档。我呢就给团支部书记说了，这么的吧，俺俩就一块儿就一拍即合，嗯，就唱了，而且是混混唱出来以后，跟人家比赛拿的很出彩儿啊。有时候我搬墙包，他帮着画包头，嗯，我就知道他爱画画。就这样，后来呢，就走在一起了，慢慢的就成了。后来呢，我们自己自编自演，什么草台班子一类的，这么一块演，也演两口子演什么。后来呢，他得了脑梗以后不能唱了。那时候济南赛区红歌大赛，我必须得先抓呀，谁来给我上？就一个上了，练了以后上就得了个第一名。啊，哎，可是呢。跟人家搭档，我觉得很多不方便。一个是我人又懒，你看他得给我倒水吧，他得给我换衣服吧，捶背呀。我出门掉相啊，我方向感不行。嗯。我在济南坐公交车，经常坐过站呢，有时候还坐反了呢。最跟谁也不行，就是这个搭档是最合适。爷爷奶奶结婚有多少年了？50多年了。50多年了。嗯，那平时在家里也拌过嘴吧？吵过架没有？拌嘴还有不拌嘴的吧？咱有点什么事拌嘴，我就不吱声了，我就让着他。我跟你说，董阿哥，这个不吱声啊，还不如吱声呢。啊，不吱声还不如吱声。你要跟咱两个有个矛盾哈，我说什么你说，咱两个可以，我有来言你有去，可能解释。这个不吱声，不呕死人嘛？气得我自己，我都编了几个，我给你唱唱。我听听看。咱俩太不公平。家里事儿都是我操心，有事儿你理也不理，是不是冷暴力？其实并不是说冷暴力，你叫他发泄发泄。